啊，既然那你去买菜，我们两个去买菜啦。蔬果市场，荷兰来菜，其他买菜。你的地盘，我们两个去。你，我们，你跟我 ，you and me。OK。Thank you。你好。你好，哇，也挺水呢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是来买菜，不是来买鞋的。我们是来买菜的。啊，对啊，你头低低的，我怕你这样子会影响我们采买的时间。你好，陶哥。你好。哎呀，来来，不好意思。这哎，多少钱？你没先问。啊，这几条花这？用钱的啦，一斤三十啦。就在这里。花生粉嘛。这一包多少钱？十块。十块。豆芽十块后背。花生粉。88。哦，赞啊！多谢你，祝福。这个花生粉是有糖的了吗？这个是有糖的了。没有，这是花生粉。那啊，这搞太好了。啊，这个是糖粉。好，这两个就会加在一起。花生糖粉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啊，你这有切好的哦。这个先的好。一，加一颗。这个也是高丽菜吗？对。这个怎么比较便宜？那个是一般的，啊，这个是高山。那我们换一般的。这一斤40，这一斤25而已耶。然后一斤二五，一斤二五，卡少啦。阿你买单。我有袋子，我有袋子，不用，谢谢。只要上床啊，不。都来。有吗？无咧上啊，你来特别啦。哦，水啦。啊，去上啥？上头家牛。头家牛都要味啦。葱是送的，不可以拿走。花生粉酱是多少钱？七包嘛，对不对？140元。好。喝啦。啊，这样子总共多少钱？这里903。903。哪里的？你这几张？903。偷鸡！哦，够有才了啦吼！903可怜啦，你都不知啊，我咯。啊，我拢倒谈，今麦拢倒谈啊，拢没个了钱啊！啊，我无舍不得自己啊！哇，谢谢，爸！哦，偷鸡啊！你人真好诶，来偷鸡。哦，我来当你辛苦啦，辛苦了，谢谢呢。感恩啊哈，感谢你来给我们赞助。走，我请假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个泰西夜市。啊，今天呢，咱就要来吃白搭嘛。对。先来呢，请教一下，阮敢有位通好摆？平时摊位来5、6点就来这里等位置了。你是说5、6点是凌晨早上5、6点吗？对，凌晨5、6点对你们比较不好意思。啊，不一定来摆客。因为我们都统一9点。9点。我们会统一9点。所以我一定爱有人来这排队的。啊，请教啊，你几点会来这？哎，几点会来这排队？几点？那我们来排队吗？对啊。叫你们排队。啊，我6点半就要化妆，然后完之后要去备料怎么办？9点来嘛，我们2点会到。我们2点会到。哦，你们2点到。对，我们2点到的。没有没有，我们2点到，我们才同意。那我9点来排。对啊，你要来出现一下啊。我九点来排队。好。我跟你讲，你今天是拍戏，哈，大家都无咧嘛。好了，好，我陪你来了，我陪你来，我们两个一起来排队。对。哇，刚下边跑，刚下刚下。明天一定生意好。对啊，吼，旺旺旺的啦。走，只安尼，安尼卖偌济？50元。50块。对。啊，明仔载我们卖轮票到啦。我去捧场，我去捧场。啊，你要卖几份？我卖10份。阿姐，阿你哪好意思？阿你买10份，我足感动的。啊，我嘛，阿你喽，我嘛甲你买10份呐，我甲你买，我输定甲你买。哎，咱食无同款的口味，好唔好？我要东泉。东泉。省一点成本。有一瓶了。我套到啤酒，套到了！哇！啊，终于拿到东泉了！还是我们秘鲁3罐，跟他换1罐东泉。小姐，小姐，可以问一件很失礼的事情吗？1罐秘鲁哇，1罐东泉的，是呗？2罐好。啊，所以你要叫我妹妹卤虾饺，啊，这5元再来加，好好好。